补肾，我不用金匮肾气丸，这个或许更好，阴阳双补，肝肾同养。说起补肾，金匮肾气丸应该是比较出名的了。像出现功能障碍、腰膝酸软，或者是手脚无力、没有精神的时候，都会想着用它来补补。但是也有很多患者反馈说，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效果，情况也没有好转，药停了之后还会出现很多大大小小的毛病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那有没有更合适的药来调理呢？今天我们又来讲一讲。金匮肾气丸其实可以温补肾阳，滋补肾阴，但是这里的肾阴指的是肾阳虚引发的胃寒、小便不利、大便稀溏等一系列问题，对于改善上述症状有着很好的效果，但对于改善钠分泌的功能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了。今天我就来再给你们分享一味药，阴阳双补，肝肾同养。这味药就是从容补肾丸，它主要是由肉从容、菟丝子、锁阳等中成药组成的。肉从容可以培元补肾、助阳生精，菟丝子滋补阴阳，有这个固精、明目、止泻的作用。锁阳呢，归于肝肾，具有益精补肾的效果。这个方子阴阳双补，对于调理男性功能也会很有帮助。我这样给你讲过之后，是不是就觉得开朗了很多？所以说用药还是需要谨慎，相同的补肾方子没用对，它调理起来也不见效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